特别高价，对，就是因为之前大概两个月一两个月前吧，然后就先把今天先留好，所以不管怎么样都会来看。我特别想要听陈琳的什么歌？有，我帮姐姐打，因为我最近呢，在陈琳老师的专辑里面收录了一首我写的歌，叫《Singing in the Rain》，大家听一下。对，所以今天来听妹妹帮陈琳写的歌，这样。那怎么没有带男朋友一起来？哈？没有哎，我不知道哎，就今天就是只有对我来啊，对，就只有我们两个来。今天他是我男朋友，带他。是不是快开始了？